心跳被美丽嘲笑过。行，跑步我穿什么？跑路，跑步应该要光着膀子，对，光着膀子跑步。半寒雪凉，无人看吧。跑步怎么直播？我光着膀子怎么直播？肯定不能直播呀。哎，你等我睡觉。那行，那你把床先暖了吧。啊，马上到，马上就到。我没有短裤。跑步我没有办法直播，因为我一会儿我不会穿上衣的。可以这会给你们看看我的小肌肉。骑雷震子回成都。雷震子是什么？雷震子又是什么东西？可以给你们看看小肌肉，给你们看什么叫做天赋型选手，给你们看什么叫天赋。你看这里都要撕裂了，这里这期要练到这里都要撕裂开了。封神榜里面那啥玩意儿，我都说了我没看过封神，我真没看过封神。我没看过封神啊。我一般看的都是什么香港的片子，什么喜爱夜蒲啊，一路向西之类的片子。那你说的那个什么封神我真没看过，我不是那么肤浅的人，我不会去看男孩子。我看电影我看男孩子干嘛，对不对？我一般看的电影都是跟香港有关系的。